身体还在成长期间，就充分实现了方方面面无与伦比的才能。为了开悟一切众生，我是现处在宫殿，众女环绕，享受五欲之乐。而在这过程中，不会惊视其中的种种后患，从而在半夜时分除掉种种装饰出家。为了让所有教派的宗师心生恭敬，我穿着袈裟安坐在菩提树下，生见我安处菩提树下，都前来听我讲经说法。我以一切功德成就三昧神力的成就来宣说三乘法，他们听到我的讲经说法后，都得到各自的利益。声闻成来修行的及时脱离烦恼，然后一生一世追随于我，发愿修习圆觉成的都得到日华忍辱。修习菩萨道的都得到直持金刚爱护大海三昧的神力，从而成为五地菩萨。我敷设吉祥草在菩提树下成金刚座，低
耶加夫座身心正直，进入阿波三昧禅定，从而停止呼吸。在修行此定中，每日使用半粒米，其余的都布施给他人。我如是久修种种苦行，声名远播，连阿伽梨扎天的天人以及一些龙神八部都前来我处供养于我，并被我的苦行所折服。有些非人四处传说我的故事，并对其他教派修习苦行的人说道：你们这样的苦行是得不到大果报的。我见到一位大菩萨也在修习苦行，他进入微妙无比的禅定，从而让身口意三业全部寂灭，呼吸也停止了。一日一夜仅仅吃了半粒米，像他这样的苦行，那才能够得到大果报，得大利益。这位苦行人日后不久肯定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，可以亲自去看看吗？那些修行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全部停下自己的修行，来到我处观摩我的一举一动。来观摩我苦行的有国王、大臣和普罗大众，还有各种教派的四众弟子。如有女人见到我苦行的场景并供养于我，那么这女人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成为女人身。若有畜生，包括微细小虫，乃至于恶鬼见到我苦行的场景心生欢喜，就此命终以后，再也不会投生在畜生道了。这些都是我久远劫以来如是苦行叠加夫作时，无量百千万亿无量众生种下的解脱种子。世尊，我这样的苦行在过去世中，其他教派的修持者或修行菩萨道的众生做不到，在未来世中也没有人
能够做到像我这样的苦行。我还没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时，就能够破坏魔王及其眷属。当我摧破烦恼魔的种种障碍，成就佛位时，为了每一位众生能够安住在出离生死苦海后的极乐境界中，我随机示现受残留业力的报身。也为了那些在生死苦海中沉沦挣扎的众生，不会示现百千无量神足，让他们升起信心。为了让那些众生安住在正确的知见中，我会根据各自的根器开始相应的佛法，使之得以顺利登陆涅槃彼岸。坚固如金刚的智慧，摧破一切众生种种无生的烦恼，以三乘法去救度众生。为了度化一一众生，哪怕是要走百千游巡的路，我也不会用神力而到达其住所，而为他们讲经说法，让他们再也不会有任何担惊受怕。或有人遇到我门下出家，无论他的根器有多么的差，都不会有什么障碍。就是那些女人想要跟随我出家学道，欲受大戒，我都会满足他们的大愿。我门下的四众弟子都能够得到广大供养。